走进人间话，发现天下美食。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爱吃爱喝小豆哥。炎炎夏日哈，这个气温是特别的高，将近40度的气温。但是呢，在山东的费县大集哈，96年大白兔哈，小胖这个导游车是每一天不落哈，只要逢集必须到。听说他最近又研究出来一道新菜，用他的话来讲，这个全国全世界都没有，就是我发明创造的。咱们今天啊，就看看到底有什么菜。听说他找女朋友了，不知是真是假，那就看看吧。这个是鱼肚和鱼子。是鱼肚啊？是鱼肚啊？是啊。那他妈还不是的？哎呦，老我去啊！切，愤怒的鱼肚啊！以后那个菜的名字，咱就叫愤怒的鱼肚，行吧？行啊。这一份愤怒的鱼肚什么价格？一般，一般不少的。一般不到。到这份风险太大。风险太大是吧？容易就崩是吧？把战袍崩塌了，把脸崩烫了是吧？划不上呗，就是啊，划不着。刚才小胖用的这个漏勺上，这个我发现之后，一斤鱼子现在剩了3两了。哦，这个愤怒的鱼肚啊，出锅了，都有感觉。小胖，我听大家说你找女朋友了，这个事是真的假的？没有，保密。保密啊？假的。啊，在保密是吧？美女啊，你不就是那个前几天对我去你那拍那个叫小美女弄猪蛋卤猪蛋那个是吧？啊，对。大家都喊你猪胆西施了，之后我一拍，我一看那个评论区挺热闹的。你怎么到小胖这儿过来了呀？他天天给我打电话，叫我来给他帮忙，过来给他帮忙哈。哦，你不忙着卤猪蛋吗？夏天了，你这发货也不好发啊，然后就光给那些私人会所他们那些预定的做好，然后早上送过去就可以了。哦，就是早上送完货一天就没事了，现在。对，是的。哦，这小胖还经常给你打电话让过来帮忙。哦，对，那这挺好的哈，你们离得不是很远是吧？还行。你平时的话住市里边吗，林姨？啊，对。哦，到这边，那还挺好的，还得。嗯。这个丝瓜呀，看着好新鲜啊，还开着花呢，还。对，早上刚从小胖家里那个树上摘的。早上刚摘的。啊，对。那么这个我看到是炒的是公鸡还是母鸡？母鸡。母鸡。哦，这母鸡都还有胶子这个。长母鸡身上去了。长错了啊，长错地方了。这一只鸡的话多少钱？68。68。68这一整只鸡，有钱赚吗？有。利润不高哈。不高。这个就是鸡腰子哈，这个烤鸡的精华部分，灵魂部分。
紫色的呢？就是一直每天就十块是吧？吃了没有？吃了。吃了？嗯。吃的哪个菜啊？我吃了。不知道。嗯。你今年多大了呀？50了、这是四、50这是五、你那个很多咱四县的啊，很多人都认识你、你叫什么名字了？这该困啊，三柱叫什么？三柱三柱，他叫哈，叫二柱的这个电视剧电影比较多，他叫三柱。我就叫有媳妇吧？有媳妇吧？没有，没有。想不想要一个媳妇啊？要一个，要一个，想啊。哦，白天帮忙做个饭，晚上暖个被窝啊。嗯。这十里八乡的乡里乡亲的有没有给你介绍一个的？嗯。有吧？没有。没有啊。嗯。哦。不敢放要媳妇，要骗了嘛要媳妇，你放的不叫是干净，我就是不会放。但是咱那个丸子汤是多少钱？大碗5块，大碗8块，10块。哦，给你碗大碗小是吧？哎，都是要加这个豆腐吗？豆腐丸子掺的也可以。哦，豆腐一看挺嫩的。就是咱们家做这个丸子做了有多少钱？70多年了，这老手艺了哈。嗯，四川的。哦。不敢听美食家啊，咱能撑得上，这个别谦虚。是，都是好说。这个鸡是公鸡还是母鸡来的？带公鸡蛋的母鸡。带公鸡蛋的母鸡。嗯。就是公鸡中的战斗母鸡。嗯。绝对是只好鸡。感觉小胖炒的怎么样？讲有一说一啊，这两个食材呢，因为刚才是大集上，本来我让他来倒。我来临沂想吃正宗的临沂炒鸡，结果呢小胖这里没有这个完整的小公鸡，自己去买了一只，小胖给加工一下炒的，说实话我来临沂的第四只炒鸡，可以这么说，他这只炒的是最好吃的。原因在哪啊？不是说今天咱在小胖的地方说它好吃，炒的呢火候非常的干香，就是那个火很旺，用炉火灶，然后鸡现杀的，汤汁浓郁，整个包裹在鸡身上不咸，然后呢整个口味啊属于这种咸鲜适中，鸡味非常浓郁，整个味道赋予到鸡里边，很棒，很专业。对，您点评的也比较专业，这个应该来讲在这个吃货界餐饮界流传的一句话，
叫没有任何一只鸡能活着离开临沂。啊，这个我听过，多亏我不属鸡，啊，你知道吧？给我压力老大了，来临沂。总体来讲，味道嘎嘎香，非常棒。